好，我们的女神来喽，请登场。欢迎哇，这位盛装盛装哇，哇，你要小心喽。刚好注重我们的节目。我以为你已经穿的隆重，没想到有人穿的比你更浮夸。对他，你真的来唱歌唱歌。 叫我，叫我，叫我，风雨的故乡不是在叫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侧脸看他，他这边是震动的非常好看，是哈，专业的感觉。对，那这个台语歌也是龙介大哥的一个专长哈。 台语哈，在文下呀，对，文下老师哎，啊，重点不是都擅长请问，请问伊几岁？哈，伊几岁？你们可以提出问题来断定他大概是几岁，他的年纪、年龄层大概是在什么？你看他这个台湾味，安尼靠，靠，叫你要好安尼，叫你要厉害来。 一个淡薄啊，操你大爷先啊！是哦，哎呦，你也讲，你也属于讲，伊是幼气的。所以这是少年的仙姑老声音。哦，老灵魂的少年哦。哦，还有没有什么观察，或者是猜他几岁吗？对，英英，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想问你现在在学吗？ 好，你们你个立功，你起码是查星嘛？是，是查星。哦，哎，下面好，也在供社会大学，已经。内湖某大学。哦，大学生哎，那年龄呼之欲出了。对啊，这个其实有点放水啦，因为他真的是声音感觉还是蛮嫩的。是，好，好，我是文哈会考。哇哈，哇哈，我还得会考哦，被扫分。哎呦，被扣掉，被称赞。好，各位，这在要开始选择了，到底他几岁呢？四选一。好了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，请投票。79，一个79，想骗谁啊？说他79，79有点过分了，他们首，79有点太过分了啊，过分。我们都讲你没有骗我嘛，大学生嘛，对不对？好。 多数都选19岁，我想大家也不用猜了哈。先看他的真面目。好，请亮相，欢迎你。请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徐子珍。哦，欢迎。谢谢。你为什么会唱一个这么老的歌？因为你才19岁。嗯。这些歌呢，慢慢的年轻人都没有在 follow 了，但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因为我小时候的我妈妈的。现在还是小时候啊。大概几岁？大概几岁？大概就是。 五六岁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妈是江蕙的歌迷，江蕙歌迷，对对，啊，我们就从小都听台语歌，睡觉的时候也都听台语歌。哦，啊，你是蛮在讲台语啊？讲台语，哎呀，啊，我咱一员就无聊的呐，拢啊，伊上爱甲人讲台语啊。台语我哪会通？啊，你会通吼？啊，所以起码刚刚讲台语啊。台语我哪会通？啊，你会通吼？啊，所以哎，起码刚刚讲哎，台语我会会考，较下过来考咪。安尼哦，哦，啊，拄啊，佫唱这个文哈老师的歌，谢谢。哦，这个可能有家位比较陌生一点，文哈是真的是国宝，宝岛歌王，国宝哈，他的写歌、唱歌、制作都是一流的。啊，你对有了解无？诶，之进前伫咧金
对啊，我还想要不要挂他电话、哦、本来差点要挂他电话哈，挂制作单位电话，幸亏没挂。对呀、啊，当年的广播金钟奖表演完之后，跟他的感觉合作是什么心情？那时候真的有一句话都不敢跟他讲。真的、啊、太紧张，因为他就坐在那边很严肃，真的会有点敬畏的感觉，会有点敬畏，不敢靠近、嗯、啊，就是就像李佳薇如果看到雪宝，一定也不敢跟他讲，太喜欢了，太喜欢话，冰雪奇他要回话，你好厉害，我觉得台语歌需要传承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完你安怎，你有啥物感觉吗？哈，哎，但我好奇，会唱伊即马来接吻下都接会到。哎，对对对，睡啦睡啦睡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对不起哦，可是我想好奇，是你平常有唱中文歌吗？哎，平常比较少哦，都唱凤飞飞的啊，凤飞也是凤飞飞的哎、欸，哇，这个老灵魂真的是老灵魂，老灵魂到离奇了。那你有没有去参加比赛，去展现你这种老灵魂？在我10岁的时候，有打电话
有去参加民视的歌唱比赛。哦，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我自己打电话去报名。你自己打电话去报名？因为那时候跟妈妈没有住在一起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唱歌是妈妈教的，然后就想说，透过这个表演，对对对，然后可以唱歌给妈妈听，这样。哇，第一个妈妈影响她听歌，第二个现在住不在一起，如果电视上妈妈看到会很温暖温馨，是。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也有这样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话对妈妈说啊？跟她打个招呼啊。妈，我上电视这样子。对，阿姨。嗨，就这样嗨哦 ，OK， 好，可爱的弟弟19岁，现在要加油喽！我们要开始接受关主的考验，请问关主，歌神大考验，你要怎么样蹂躏这位弟弟？我们想要派一个人跟你比赛拉长音，好，对，但不是我本人哦，你绝对不会猜到我放那个我请谁出来 PK 你。谁？你猜，你猜，我让你猜，你最不想 PK 谁？最不想 PK 谁？都不想。那你们谁想 PK 他？啊？都不想，都不想。那我要派喽。对啊。来，我们立冬。在看我吗？对啊，不然你要派我？对啊，立冬，确定？对，我知道。长音可以吗？长音可以吗？拉长音哎。你去吼，人较袂讲短，人怕紧啊。英雄气短。我不是英雄，英雄，所以我记应该蛮长的。大家就是很奇怪，我为什么派立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台语比较好。我台语较好啦，我台中人啊。所以现在就用这两位拉长音来对决。观众朋友，请你开始预测，待会谁的肺活量比较长？到底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小文夏，还是立冬呢？请投票。哦，这个有一点点，有一点一面倒哦。哪样呢？好，立冬说他不是英雄，所以他不会英雄气短。但子深呢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参加过歌唱比赛，从小听超难唱的台语歌曲长大的。好，票数抵定，2182对490，没关系，那个数字只是参考而已。我知道，算是被海放。我觉得这种数字是差不多要退出演艺圈的，是太严重了吧？太丢脸了，太丢脸了哈！啊，你不要放水，厉害呀！来喽，啊，酸几条瓜来拉。黄昏的故乡，啊，你来行的呀。啊，哪一句可以适合表演啦？最后面的哦，那里哦，那一句哦，文夏老师也很会拉。立冬知道吗？啊，他哦，我跟他哦嘛，好，一起哦。OK， 那我们就让子深先咯。好，子深请往前站一步。歌神大考验，台语拉长音，黄昏的故乡，一号选手徐子深。今夜有诗来梦着伊。啊！19秒，厉害哦！对，节奏的很厉害，唱完他坚持要唱完，好厉害哦！而且很稳哎，他不只是拉，他还抖哦。对，他不是只有拉，他还抖。立冬不要输哦，加油！立冬加油！20秒，20秒。二号选手只有491票，是人家的五分之一的张立冬。开始。今夜有诗来梦着伊。不行，结束。喂，脸色直接发白。我没有，他是泛红，他整个脸都红起来。你好弱，这是断气歌手还是？11点几秒而已。说满了，你要当歌手吗？但我前面气势蛮好的。太扯了，气势可以了，手跟着摆动。气势太扯了，抖音还需要靠手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拉长音有什么诀窍？抖音有什么诀窍？怎么抖成这样？这样子才会抖，你都不用。抖音的诀窍是什么？子深。哪边？丹田，然后跟这里。好，因为我都是这里。有特别的练过吗？
就听演歌，听演歌，这真的是有一点天生的哦。但十一秒太烂了，零九来出来出来出来。哦，对啦对啦，总要有一个，要有一个超。我们先宣布子生获胜哦，2000人分5000，但是我们一人队不能训掉嘛，关主你拍谁呀你？你要守到 O 就好了，就好。哦，这个 key 哦，哈，也可以吗？还是要低一点。好了，试看看啊。好，预备，老师给个 key。忘掉一。但是不过09输在那个他抖音，对，我没有抖啊，对，你要扶住，不公平，你要守住，对对对对，你好厉害，你又不用守，也就是19秒，恭喜你，你现在争取到10000元，但是呢，你这个10000元有可能可以变20000，或者是折半，你要不要直接拿10000，还是你想要帮观众争取福利？还没有哦，那是下一个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当我没有说，没说过，先 PK， 肖哥，我们先 PK， 太高兴了，想说多拿一点，因为我讲一个秘密好不好？他很想要这个奖金哦，你自己说好，给他，他今天来很想要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讲中文好了，好，讲中文，你说，因为这个奖金如果拿到的话，我跟我妈妈还有阿妈可以去吃饭。哦，我直接宣布给他了，我们不比了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就直接都宣布给所有的来宾就好了，直接获胜，好吧？加码加码啦！第一个哦，他很希望妈妈看到；第二个希望拿奖金去过一个母亲节，三代同堂。哦，丰田，你刚刚在乱喊什么？叫哥加码啦！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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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丰田宣布要把他的通告费拿出来，谢谢丰田。嘉威看到，我很便宜的，也没多少，也没多少，会赔，吃得饱，吃得饱。你先不要急，我们先看表演，我们拿出真本事，好不好？好，自己的奖金自己争取。是，马上来开始歌神 PK 赛，请问关主，不要再派错人了，好好表演一首歌，你要派谁？我要派我们台语最强的龙姐哥。哦。谢议员，请就位，请就位。好，请到舞台中间来。现在观众朋友又是听歌的时候了，待会再投票。请问谢议员，您要唱什么歌来 PK 子生？啊，你要唱多几条歌来介意了？我讲今仔制作单位叫我来吼，就是要跳楼大拍的。哎呦，恁来，恁来，这样你要看个白气？不是什么白气咧，是要哪笑赢我？你看，哎呀。是因为听到伊要跟妈妈跟阿妈食饭，对呐，这条钱你甲看卖啊，你敢得了？哇，真正是哦，一定要。好人感动啊！对啊，对啊，阿要安怎？啊，你就凊彩唱好个啦。啊，凊彩唱，我那我唱，我是因讲叫我着唱一条，跟伊同款，讲叫做《戆囝回头》啊。什么《戆囝回头》？这个，应该是《龙志回头》啦。OK， 好，他要唱，哎呦，议员要唱茄子蛋的歌，哎呦，碎哦碎哦，好，子生不要怕哈，虽然我们很想给你奖金，但你要凭本事来拿，好，唱什么歌？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哇，这个就是送给妈妈的歌，那我们请谢议员先在旁边欣赏，把舞台交给子生，加油，谢谢。绰号小文夏的徐子生，年纪轻轻却有着装错灵魂的好歌喉。今天要带来经典的台语歌曲，究竟能抓住多少观众的耳朵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哦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我伊这呢放心，我的阿母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新都，不过我是真勇敢的。
妈请你保重。月光暝想要写批来寄乎你，希望会平安过日，我的阿母，期待着早日相会。期待着早日相会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圣都，不过我是真打拼的。妈妈，请你也无着。谢谢。醉了，又是老歌，哇，很有老灵魂呢。对啊，欸，你去 KTV 齁，应该没有同学会跟你抢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都不会唱这些老歌啊。对，没有人要找我去啊。人缘不太好，因为你们喜欢的歌不一样。对啊，大家听高尔宣，你在听文夏。对啊，但我们支持你，很棒。谢谢。那请问一下关主，他准备好了吗？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哥。不用太啰嗦，没有关系。还没啊，啊，你看，将来拢无准备。安尼哦，我拄啊看到一个卫兵哦，我足紧张诶。伊咧唱诶时阵哦，谢议员在旁边吞药诶，还是在降血压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？他刚刚真的在那里吞一颗药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让他喘口气好了。必须准备起来，待会跨已完表演哦 ，See you later。兵队谢龙介大哥龙之回头，亲爱的可爱的缘投的朋友，本色的无品的无路用的朋友，在坎坷的路徛我两公乌倒摆，我的人生敢若狗屎，我无子无母无囝，敢若一条命，朋友啊，斗阵来磨，阮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干。我酒量无好，莫让我创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流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。有一天，咱都拢老，娶某囝斗阵，浪子回头。谢谢，多谢，都来哦哦，你这个拍子吼，真要乱尬呢。自由拍，什么时准备回头啊？你来像我安尼笑，你个对我袂对。真正是你这个拍子，我嘛无想要对。哦，真正拢无要回头诶。好，要来投票啦。好，安心了哈，来。你别叫阿妈甲妈妈食饭会给你靠我啦。啊，就顺耍哈，像特别来宾出现。没问题。好，先看投票啦，搞不好不一定。观众朋友，您觉得哪个比较感动呢？哈。自己做判断，来准备要分1000块喽！啊，10000块不是1000块。谢龙介大哥还是徐子升，你也学会啦！还没有哦，还是有人投你呢，奇怪呢。哦，伊是怎啊无开声音了？来，现在是无破500，等下搁笑一下，唔通哦。感觉这个吗？票数终结，恭喜徐子升获胜。好啦，多谢你啦，我真要你棒槌啦！哦，来，我们给大哥拍拍手啦，謝謝大哥风范。那子升，来，真的是可以玩二选一了。现在有台视宝宝，还有一期宝宝，请律师啊，我们直接 double 啊，直接给他2倍啊！哇，好，那我们就加码，丰田说加码嘛。对，丰田的通告费扣。那观众也是2万分吗？观众分2万，你也拿2万。哇，谢谢大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丰田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让我们有感动的故事。